们俩好像年纪都蛮大了，像和平精英，虽然不能说他是游戏。这个海岛啊，精灵海岛啊，他们就去皮球吧。他们去玩啥吧？玩那个海岛吧，专属奖励。这回去就来这个海岛出发。天文漫游学生转一转啊，是太阳基地还是地球基地？地球基地吧，非常优良的不会动的。嘿，这不到一二号的机器人，不能吧，不至于吧。在一起飞，那我就先跳了啊！哎，跳早了，看错了，好吧，跳早了，跳早了。看错目标点啦，这顺便找一个地方落吧，才能是骗废墟。这希望能活到最后吧。谁射的呀？这么坑啊！这废墟里什么也没有啊！房子里消减一下，68散弹枪，红点能转性能量饮料，看子弹，这前面废墟教堂里有没有东西？68散弹枪的，七楼中密保是啥东西？大砍刀，行吧，真要被爆头了，这一枪的事吗？啊，队友受伤了，哥，自己找去吧，小大家。圈里这样还不错，他跑到地方的圈也能垫地方了吧？这圈里有什么东西没有？连毛都没有，继续往前跑吧。这没有跳伞下来了，这缩圈之前我能不能跑到地方？自己慢慢找去吧，凑边镜。看到人，这。还有1公里，距离我的目的地。在前面社区里搜一搜吧。哟！哟！
是没有的，旁边还有。这难道他们搜的差不多了？不会吧？这样没有。哎，总算有的头盔了，里面有枪啊。嗯，啊，这里。这操作这么别扭。是穿飞机过来的。亲爱的，这大太阳吧，近一点，咱们找架飞机吧。到了太阳城附近。腰长好像也没什么区别。是有人打我吗？算有了新能用的设备。就是个上大的刀啊，太阳展示都来展示的，前往天文馆顶部启动，天文馆顶部启动，这怎么上去呢？这我还不敢那啥呢，要不然我们出去。这我在哪儿？我到这边跑，走吧，跑回去，慢慢跑吧。
谢谢观看。剪辑：小逆。拍摄：小逆。最后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收藏、投币。